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今晚12月8日开奖的第1亿600万零102期大乐透头奖扛归第1亿600万零293期精彩539，头奖开出一注，可得奖金800万元。由宜兰县宜兰市中山路三段139号一楼的建明电脑彩券站开出。第1亿600万零102期大乐透中奖号码为01、05、08、10、34、35，特别号46，头奖二奖均扛归，参奖共34注获得，每注可得56038元，四奖共99注获得，每注可得12372元，五奖共2296注获得，每注可得2000元，六奖共2440注获得，每注可得1000元，七奖共24656注获得，每注可得400元，普奖共41497注获得，每注可得400元。第1亿600万零102期49乐和彩中奖号码为01、05、08、10、34、35，四合共8注中奖，每注可得奖金200000，三合共232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2500元，二合共4630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250元。第1亿600万零293期精彩539中奖号码为04、05、10、22、30，头奖共1注获得，可独得800万元，二奖共238注获得，每注可得2万元，参奖共7555注获得，每注可得300元，四奖共75547注获得，每注可获得50元。第1亿600万零293期39乐和彩中奖号码为04、05、10、22、30，四合共5注中奖，可独得212500元，三合共187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1250元，二合共9369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125元。第1亿600万零293期三星彩中奖号码为266，正彩共70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2500元。第1亿600万零251期四星彩中奖号码为2273，正彩共3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25000元。确切中奖号码以台彩网站公告为主，请见台湾彩券网站。